埋闪电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。第十场赛事三班千四大热系四，随时起步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大家都平排出闸嘅，稍稍被动啲系闪电嚟嘅，快博响尾二个匹啦，前面快嘅嘛有金发、银发、线路之星啊，第三位埋边咧就天天得乐啦，出面第四红衫咧就安宇啦，中档第五仲有美丽喝彩粉红酒嘅，内栏第六位就疾风明区，再数后边有冠宝区、川河冠区就外边黄衫咧就三搭望空咗啊，内栏位置蓝衫红帽就精准快车，中间夹住系皇帝金啊，后边四匹马旭日升、快博、快博就内栏尾三。后面嗰啲马咧，先见到有闪电尾二啦，过咗褪落嚟嗰只系盈月嚟嘅，过咗呢个八百米段处啦，线路之星就摆咗喺前面放啊，安住就第二位啊，守住内栏第三系天天得乐啦，第四位嘅马咧仲有金发银发啦，内栏第五就风明区，隔篱拍住个黑色鼻箍粉红袖就美丽喝彩啊，后边嘅马精准快车慢慢移咗出去，外边冚有冠宝区，大外档嗰边咧有黄衫嘅川河冠区啦，最出嗰边就旭日升嚟嘅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咧，都仲係線路之星啊！安宇上緊嚟啊，疾風明區亦都追緊啊！大外檔有冠寶區打衝鋒啦，出面上緊嚟仲有旭日升啦，馬林中間咧就金發銀發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冠寶區，埋邊係疾風明區啊！再見到好多層內欄線路之星啦，後面嘅馬咧仲安宇接近中啲冠寶區，外邊冚上嚟贏啊！跑第二名係疾風明區啊，第三名安宇，第四名應該係嗰只線路之星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真係犀利啦！呢場馬十號冠寶區，咁啊，結果贏啦。第二係疾風明區，第三名安如，第四名咧係線路之星啊！尾場爆冷啦，十號嘅冠寶區田泰安啊，52倍啊！第二名都冷門嚟嘅爆疾風明區何銘年，七號嘅安如跑第三潘明輝，第四一號嘅線路之星鍾奕禮啊！结果尾场嘅飞出去外档冠宝区，黑区搭黑区啊！哇，呢条 Q 真系杀晒，唔得了。田泰安食个尾壶啊，今日都起码八搭十，427倍。我要行呢只啊，度整翻个第二。天天得攞全程都冇騎過直路，一路韞住俾人。啱啱我同阿康仔都係咁講，殺咗成條直路冇跑過。咁我可以落班啦。快博啊，轉咗中間嗰啲窄位，波都麻麻地啊。田泰安今日都唔錯啊，成績。哇！爆呢只兩 win。阿苗禮德今日出馬兩匹嘅啫，頭尾尾場都有馬贏，派彩就和尾啦，尾場啊！都係冇笑容嘅，即係隔住個口罩你都覺得冇笑容喎。啊，有翻啲啦，有啦。
啦，咁啊赢翻长马啦呢只冠宝区，上季又系咁调整啲评分啊。好啦，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係十號嘅冠寶區啊，獨贏派520.5啊，位置派116蚊。跑第二名係八號嘅疾風名區，位置派92蚊。跑第三名咧七號嘅安裕，位置派31.5。連人位八搭十派4275蚊。二重彩啦，十號八號順序派7952蚊。三重彩十號八號七號順序派122744蚊。单 T 派16458蚊，位置 Q 八搭十派959蚊，七搭十派658.5，七搭八派586.5。跑第四名就系一号嘅线路之星。你两场都爆一爆，线路之星咁啊抢嘅话前面。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 A 三啦，其他冷门派31.5。练马师王啦，第一个练马师王咧就其实练马师编号二号啊，沈泽成啊，今日28分封王嘅，两个第一啦，一个第三，都系热门啊，系啊，唔系希斯啊，沈泽成二号啊，都系即系季初呢啲急进嘅马房噶啦，都啱噶啦。四连环预计派彩一号、七号、八号、十号派25672蚊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十號、八號、七號、一號順序派806455蚊。今次唔係爆安裕啦，啊，不過冠寶區睇翻個直鏡啊，線路之星啊，集雙個準喎，都擺前面走先。嗰只金髮銀髮都左望右望，其實佢唔想跟到咁前嘅。咁但又冇馬走上嚟，因為啲美麗學彩係定住啦，天天得落都係足啦。外邊係安裕，內欄啊疾風名區係守住今日即係比較靚啲嘅位嘅。冠寶區喺邊啊？跟住美麗學彩走住個熱碟，後邊係川河冠區、皇帝金、精準快車，縮出啦後邊快博尾四嘅旭日升喺曬後邊就閃電啊！嗰隻美麗學彩臨尾啲票數好勁啦，落到56蚊。不過你原路走起上嚟，我覺得都仲可以再順滑啲嘅啫嘛。依家喺第五位啦。咁啊，其他咩馬值得留意一下呢？快博就喺個尾三嘅。其實喺佢後面嗰隻閃電咧，今日都追好多。追得唔錯啊，翻到嚟。即係證明呢啲馬有第二啲出路嘅，唔一定係泥地嘅。啊，六三隻天天得落啊，全程都。某位啊，嗯，呢度俾安裕食咗个位啊，一路封佢，咁前面嗰只带唔到上去啊，再撞多你一撞添，再封越入，系想抽出嚟都唔得。何永年啊，又系第二喎，今日几个第二喎？其实闪电都好似望空噶，依家是转到位上嚟噶咋，都未拍到正手边，即系个草地都得 OK 噶，越追越近啊，系啦。好啦，尾场亦都复榜完，不排彩作实啦。位置 Q 八搭十派959蚊，七搭十派658.5，七搭八派586.5。组合独赢三拣一啦，胜出 A 三啦，其他冷门嘅派31.5。二重彩十号、八号顺序派7952蚊。四连环一号、七号、八号、十号派25672蚊。四重彩啦，十号、八号、七号、一号顺序派806455蚊。孖宝派彩头关三号美关十号派14096.5，头关三号美关八号安慰奖都派1537蚊。
第三号 Marty 啊，头关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尾关七号、八号、十号啊，派153,884蚊啊。三宝咧正奖派111,356蚊，安慰奖派15,458蚊。第一日嘅三宝咧就咁好分啊！六环彩一派42,333蚊。六宝奖啊，今日系冇人选中胜出组合噶，有 jackpot 累积喎咁。咁啊，冇人中啦，所以有超过759万嘅多宝彩金咧，将会拨落去9月18号嘅六宝奖嗰度嘅，大家留意啦。练马师王最后赛果啦，就系练马师编号二号嘅沈泽成啦，今日28分封王嘅。睇分段时间啦，头段13秒77，第二段22秒39，第三段23秒09，末段23秒12，总时间1分22秒37，比标准时间慢六线嘅。啊，睇埋今日嘅可来日十场头马资料啦。咁啊，骑师方面潘顿啦，咁啊赢咗三场啦，咁啊做埋今日骑师王啊，成绩最好嘅。田泰安咁咪都赢到两场头马噶。咁练马师方面沈泽成啦，起个马亦都做埋今日嘅第一期嘅练马师王啊。咁啊，另外姚本辉亦都起马咧，今日咧重练咧就赢到900 win 啊，901嘅啦，多场啊，第九场保城之星啊。仲有中台特首杯金钻贵人苏兆辉咁啊文嘉良组合啊，咁啊。嚟緊咧就星期三啦，咁啊就會跑埋啲八場賽事啦，咁啊頭場7:15開跑啊，咁啊今日直播時間差唔多，多謝各位收睇，我哋星期三跑馬地馬場賽同大家賽馬直擊，拜拜。